把我解开！阿信，阿信，阿信！我投诉你！你在做什么？别管！你是刑警队队长，你在违反规则。我顾不了那么多，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。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？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？安心，你别傻了，行不行？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，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。那你可以审啊！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？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。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。我告诉你，你帮我解开，你闭嘴。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？你看没看？我看到了。他给的是什么？